玩具 TV 第28季第4集 Part 6， 是 Part 6 差不多了，无所谓了，有9了，讲了很多。我想讲这个 ACG 的限定品介绍，这个就是千直链技巧的 Strike Fit， 不是，是麦加灯。我们要介绍今次是这个 Strike Fit， 不是麦加灯的，是的，那 Shelter Glass 版的麦加灯，坦白说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麥加燈都有正義的一面咧，就確實爽，繼續信咯。本身就住 Bottom 嘅漫畫 Shelter Class 嚟講咧，麥加燈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正義嘅人嚟嘅。佢 forecast 到本身嚟緊斯比頓星有錯請更正，我即係靠記性嘅啫，即係預測到斯比頓星會有內戰，所以佢都當其時，因為佢係一個學者嚟嘅，佢嘅身份係一個學者嚟嘅。咁啊，亦都有用住佢嘅影響力咧，就同翻啲斯比頓星人講嚟緊會有內戰嘅，全部當佢傻嘅。而呢一個 Shelter Class 版嘅 Optimus Prime 咧，當其時都係圖書館員，這個身份就是一樣嘅，即係同正常嘅 Transformer。咁佢即係博覽群書之後咧，亦都燃起咗佢一啲即係惡念，就覺得佢應該係可以統治到成個斯比頓星之餘。統治到成個宇宙嘅，咁結果佢就即係揾埋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 ，Jazz 啊，大黃蜂即係呢一個金甲蟲，已經唔係金甲蟲，已經唔係 Bumblebee 啦，金甲蟲啊，等等，咁啊將斯比頓星反轉咁滯，咁不過其實本身麥加登係有遠見嘅。他因為知道嚟緊會有內戰，所以佢都即係發明，唔好叫發明啦，即係研究到就將本身啲斯比頓星人就轉化做另外一個載具形態，去令到自己嘅作戰能力更強。不過都俾呢一個柯柏文發現咗，結果連博派亦都有咗呢個能量。咁啊，跟住就展開佢哋嘅對戰啦。咁啊，都打搞唔到。係啦，冇錯，因為其實多一句唔爭在講多少少。本身呢一個鐵機巧都有出到鏡像柯柏文嘅，咁所以變咗佢哋兩個擺埋一齊玩咧，係極正，因為鏡像柯柏文佢對於殺戮嘅美學啊係好有研究嘅，即係點樣將啲敵手敵人殘殺做成標本，或者用一個好漂亮嘅殺法，即係會唔會係好乸變態，好正嘅。將佢調翻轉，其實佢就係柯柏文就麥加登調翻轉，只要角色互換嘅啫。唔可以咁講，因為麥加登喺正常嘅宇宙嚟講。佢都唔會同你玩殺戮嘅美學，但係柯柏文 Shelter Class 版係會，即係佢會好專注去研究點樣殺你，而可以令到我即係喺呢一個殺嘅感覺方面攞到最大嘅樂趣，同埋點樣將你製成一個標本，成為一個好完美嘅藝術品。即係變態佬，係正啊！所以我係幾中意 Shelter Class 呢一個玩到。盡曬嘅鏡像世界。因為我印象中，我接觸變形金剛啦，咁其實我不嬲麥加登咧係做開間嗰邊。係啦，咁我自細又就係咁，依家睇到佢咁正氣嘅裝扮咧，我又唔爭在講多少少。佢其實本身送唔好叫送，即係佢 total 有三個樣可以換嘅。但係因為始終都係鑽飾版咧，佢。真係笑得好陰濕，佢之前嗰個原色版嗰個陰濕笑樣咧，你而家用翻呢一個身份擺落去咧，其實你真係應該做到一個正常嘅開心樣，因為佢都幾幽默㗎。哦，佢間嗰陣時都好幽默㗎。咁啊係啱，你啱。好啦，搞咁耐都真係睇下只值唔值得入手咧？睇下只 Soy Fit 先，我哋係啦，我睇翻呢一個麥加燈，麥加燈先。好啦，咁啊。同樣地，原本對上一盒嘅麥加登，我冇記錯，這個好似係限定嚟嘅。限定眼鏡盒。係限定嘅眼鏡盒，槍盒嚟嘅。咁啊，同樣地，今次就如果你有入手到嘅話，都唔使擔心，係嗰啲全部嗰啲咩初回限定乜乜物物咧，都會跟翻呢個槍盒俾你嘅。至於其實真真正正嘅麥加登本體咧，亦都重現翻，就而家亦都麻煩咗水哥就幫我已經整好成支好靚、好靚、好靚嘅追擊步槍。你話佢呢度可以喐嘅？係啊，個準星同埋瞄準位好多位都可以拆同埋喐嘅。
咁啊，當然其實我應該影翻呢一邊俾大家睇，因為佢有呢個狂派標誌喺度。咁當然啦，佢亦都除咗呢一個長槍模式之外咧，亦都有好多係啦。一梳，就咁樣出。係啦，係啦，就咁。咁就見翻 P38呢個可以掹落嚟。麥加登嘅本體啦，真麥加登係啦，向上掹就真麥加登。啲槍仲要喐嘅喎，呢個位係啊，本身你個膛可以喐嘅，個膛可以喐㗎，好正嘅。遊界船之槍啦，幾快？點樣擺翻落去我都唔識啦，咁所以變咗，都係冇錯。我哋睇翻呢一個 Strike Fit 啊，唔係睇翻呢一個麥加登嘅本體啦。我又或者又轉一個圈俾大家望下先咧。原本嘅 Shelter Class 版嘅麥加登嗰個配色咧，就係藍黑銀啦。咁今次見呢一個鏡像麥加登，其實都會用翻類近嘅配色。咁但係就住嗰、那個我叫深藍色嘅位置，佢比較多，咁變咗其實喺個造型方面咧，始終就佢而家係用緊呢個 IDW 啦，而嗰、那個Shelter Class 版就比較似 G1 G2 嘅，咁啊變咗都有一個幾好嘅新鮮感俾大家嘅。我啲色彩好 sharp 啊！係啊，係啦，咁啊，你見到本身俾翻個正面大家睇咧，其實佢嗰成件嘢個用色咧。是超級他媽的豐富嘅，金色好長，黑色啦，金色啦，銀灰啦，粉藍嘅電導啦，深紅色啦，金銀，幾主角嘅。但係我覺得佢本體就冇乜武器，啲武器可以集中曬喺個。黐線嘅成件事。好啦，咁啊，亦都影完前邊，我哋影後邊啦。我冇記錯，其實之前我哋都有介紹過麥加登嘅，咁所以變咗我都唔需要特別話好仔細咁樣講，我純粹即係諗下個背脊俾大家睇先。咁啊，架撐全部都拆得啦，咁亦都會有著燈嘅功效啦。不過我坦白講，冇入電，所以變咗係就咁同大家玩就算啦。裝翻先。我想問下呢一個設計係咪直情係鐵啊千隻鏈佢哋自己即係？佢其實本身係就住 IDW 嘅版本去再改嘅，咁所以變咗呢一個突擊召喚，唔係呢一個麥加登嗰個感覺係好出，同埋都幾正義感嘅。咁啊，見到本身其實就住後邊背脊嘅浮游飞刺巴这个机翼呢也都是全部拆得出来之余呢也都有很多不同的拆件。你即是不要介意，你真的觉得是他妈的 Strike Freedom。那个龙骑兵呢那个活动位是多少。是啦，那么还有哪里，还有这里之外，我这里还可以再吞的。这里可以吞的东西，这里吞的东西，是啦，变有两个可以吞的。还有两字多这里。另外這個龍騎兵，不是，另外這個背脊的關節，你都看到是有很多不同的擺法，是可以給你玩的。翼模式，剛才的開炮模式，因為本身你看在這裡有一個很清楚的教位呢，去動呢，咁變咗其實有唔同角度，有唔同嘅擺法，有唔同嘅玩法，係幾過癮㗎。好，我哋裝翻送你一對翼，咁望落去個 balance 少少。咁啊，呢啲都係一啲菜槓位啦。咁變咗喺裝組方面係好簡單嘅。雖然你望落去以為條柱比較短，係會好容易甩咧。好實淨啊！頭先我裝嘅時候係啦，聽到咔一聲幾爽。咔聲。都有一個咧，你拿呢啲上手咧，件嘢得唔得咧？你揈下佢啦，我都唔介意嘅，真係喐都唔喐。咁啊，接炮有冇嘢玩啊？冇身長喎。係啦。都係著燈咯。係啦，呢一個位就著燈嘅。嗯。咁啊，好啦。呢一個 strike feeder 啊，唔係呢，差啲想講咗刺色呢一個咩74式刺色乜乜炮。咁啊，好啦，後邊攞有呢個位。位炮。
你會見到全部用咗金屬，變咗其實都幾實嘅。咁啊，關節位你嗱，不過上下啦，我覺得小心啲啊。呢、這個位係套內出嚟，呢、這個係金屬啦。其實你夾硬反嘅時候，最好就喐呢個臂啦。嗯，就唔好用個膠反又膠。係啊，你真係賴嘢㗎，就有機會爆嘅。咁啊，你見到呢度喐得，係呢度喐得，呢度喐得，呢度轉唔轉得咧？得嘅，不過要。哇，係，我都覺得有啲牙煙，唔好搞佢啦。咁啊，係非常之多嘢玩嘅。咁啊，當然啦，亦都可以教翻喺前邊做呢一個射擊模式啦。F91，冇錯。有啲實。哇！我聽到啲聲都咬底啊！呢一塊鹽係咪都可以？起出嚟嘅呢塊有可動嘅，系咧呢位咁樣可以正咧，系甩埋出去仲好，整咗先系啦。咁啊，見到有好多唔同嘅 detail 位啦。啊，呢度亦都嘅翼可以掹出嚟嘅。咁啊，著色方面就用咗透明藍。其實你唔好以為就咁透明藍，佢啲邊位咧都噴咗一啲類似金粉狀嘅塗裝嘅，黑鐵色、灰色，變咗成件事嗰個層次感就好出嘅。好，呢、這個又玩完，實在太好玩啦！我、哦、唔好意思，頭先我以為麥加登冇咗武器，啱睇翻原來有流星錘。我都冇咩想講噶啦，你會見到本身一個類似九節鞭嘅東西啦，每一節都可以喐嘅。好好笑啊！有個觀眾話咧，呢只嘢叫自由加燈啊，真係好自由啊！係啊，幾咁 free 啊個感覺，唔係都係佢原價真係 OK 嘅，嗱幾好。原價多少 OK？ 重點係咩咧？我教完呢一個角度關節，係冇事啊。揾嘢係啊，揾噶。阿文你死未？呢個其實唔係必然噶，坦白講，真係唔係必然。所以變咗喺嗰啲筍口位嘅拿捏方面咧，千隻蓮係有一手嘅。好啦，其他武器就有雙刀啦，兩把劍嚇，雙劍，帥飛配備嚟喎。銀色嘅邊入邊用一個透明藍件去。增加佢一個層次感，咁啊用咗金色、銀色同呢個透明藍，好嘢嘅。我成日諗起咧，可以兩把劍可以咁樣拼埋，唔得嘅，其實應該唔得嘅。我想講係真係唔得嘅，係嘛？係啦，咁啊 ，OK， 隻嘢嘅可動，我相信都唔使特別再多講噶啦。咁啊，因為真係要好好咁樣去扭佢，你就會發現到本身就住嗰、那個。設計者嗰個心機係幾咁可怕？嗱，你首先睇翻，譬如話心口先啦，心口呢度一件件，跟住就喺膊頭嗰度再開多一個向上喐嘅，當做係關節啦。咁你會見到呢一度係一個金屬製嘅肩旁關節，再加上佢呢一個膊頭位，呢一度都係金屬嚟噶嚇。由我都唔知呢度係有幾多個組件啊！咁啊，當然亦都唔少得側跟，為咗方便佢喐而呢一個可以有一個比較高嘅角度彈出嚟，同埋彈咗上去咧唔會跌翻落嚟噶嚇。你要撳啊，夾硬撳翻落去，咁所以變咗喐嗰陣時咧係黐乸線嘅。另外一個黐乸線嘅地方咧，我拆咗呢邊先，呢、這個應該拆得嘅喎。呢個掹落嚟。係。因為乜咯？本身手臂夾呢一度已經有一個可動嘅活動關節，但係為咗方便大家睇咧，喺呢一個手臼位前邊再做多一個橫軸，而喺呢個橫軸前邊呢一個前臂位再做多一個上下喐嘅關節。跟住喺手腕嗰度又再做多一個上下喐嘅關節，
非常豐富，你想怎麼玩都可以，根本真的你這些這麼可怕的設計，它側跟這個保源位是用了透明藍的部件，整件東西是放在前臂那裡的，是不是看到一個很漂亮的連動啊？你只要撚隻手都有排撚啊，真係爭啲想講黐線。好啦，咁啊，另外你會見到心口同腰或者我叫腹位啦，向前喐係會攝咗入去腹位，令到唔會有啲乜嘢阻礙嘅。腰嘅左右咧，你會見到喺協，即係個我叫趌甩底啦，因為其實趌甩底喺呢度，但係呢一度其實叫腹位，佢呢度有一塊掩係可動嘅，就係因為要做翻呢一個左右喐呢一個關節，黐線！就係為咗呢下就整咗個動。係啊，真係黐線！咁當然主要嘅腰嘅左右活動咧，就會靠翻呢一個腹同埋 hip 呢一個橫軸嘅關節嘅。咁就好抵玩喎！黐線！打側體，這個或者我都拆埋佢啦。拆咗先啦，方便大家睇後面嗰度。係呢一個就咁樣掹出嚟。不過又揸嗰陣小心啲，因為好尖啊。係呢個拜託你。身都好尖。好啦，咁啊都係想買，所以大家唔使擔心嘅。咁啊，見翻側跟腳攞。呢個背呢個有冇得拆噶？夠。係拆曬佢。我背就拆咗。係拆埋佢啦。輕裝，因為一陣都有排拆嘅，反正。嗯。有十零。系啦，咁啊用翻呢個裝位，連個裝位都同你做埋呢一個deco 嘅，成件事係幾完美嘅。咁啊見到本身個腳關節或者叫協關節啦，頂你個肺！上格雲頓啊，爭架貨車，係上格雲頓式嘅一字馬，爭少少啦，佢哋嗰個。就唔係180度啦。重點係乜嘢啊？實到撲街。穩陣，最緊要穩陣。不過因為佢可能以佢咁大隻咧，佢唔做翻咁實咧，真係會。係啊，同埋好重。好唔爽。呢一度就可以睇翻本身佢呢個協關節嗰個設計，咁都係用一啲好長好實嘅方軸去做嘅，咁變咗喺玩嗰陣時就真係唔使太擔心，堅實。咁啊，另外你會見到喺呢一個位。其實是做了一個橫軸的，那變了真的左右動個大腿的時候，哇真的很實，是動得很自然和舒服，雖然我不敢說幅度很大，但是是很棒的。好了，我一向最敬服這個鐵機巧的連動呢，就會在這個麥加登的屈膝這個動作做完出來。我不敢說了，剛才我組裝嘅時候發覺佢好實，實到我都唔敢太大力同佢鬥。玩嘅時候大家注意一下啦，嗰度有癲嘅。有啦，見到啦。究竟呢一個屈膝動作佢係有幾多組嘅連動包括咗落去咧？我都真係唔敢講。嗱。膝頭哥一節啦，你會見到係屈得好靚。另外或者我用後邊睇會有另外一個得意嘅做法，你會見到連呢一節透明藍件咧都會跟住個可動關節而縮翻入去小腿位，令到佢做到呢一個接近對接嘅動作。因為平時咧，就算模型都好啦，個小腿位咁粗咧，佢平時係唔可以接到咁高。應該咁樣講，你縱使接到咁高咧，你唔會有咁多連動見到咁精彩嘅對接咯。向後屈嘅時候，個前面呢度都連動係見到膝頭哥呢度咁樣，係啊，可以斜到呢度。補曬嘅金屬係。係啊，佢啱啱。連呢度都做埋喎，哇！真係黐線。咁當然，除咗咁靚嘅連動之外，呢啲。腳腕位的護甲啦，亦都可以喺就見到佢呢一個腳腕嘅金屬關節啦。哇！佢呢度可以，你會見到佢兩邊嘅甲係方便翻你。黐線！個接地嘅人人類係做唔到嘅動作咧，佢都係絕對做到嘅。內屈去到呢一個角度，外屈
亦都係去到呢個角度。佢設計嘅時候有諗到佢接地嗰個腳嘅啦，已經係啊。咁前後嘅護腳板或者叫夾啦，咁啊兩邊都可以喐嘅。嗯。咁因為你我再講多少少，你會見到本身呢一個金屬關節咧，你向後咬嗰陣時咧，上面其實都仲有一個關節位，變咗係兩雙獨雙重關節嚟嘅，所以變咗喺後喐同埋前喐咧。佢係喐個幅度係 O， 即係比人類更加多嘅個幅度係。個腳板可唔可以喐啊？個腳板嗰度。唔使講添啦，你可以喐到咁嘅，你連前邊呢一節腳趾啦、三腳腕啦，都絕對全部可動。有咩想講？有冇觀眾有啲問題？我可以即係趁收檔。即場答埋。問題就冇乜啦，不過好多都仲係咁話，真係好似高達嘅，即係變形金剛版高達。自由燈啊嘛。係，但係正唔正啊？重點就係正唔正先。完。都話個顏色呢個就似自由。根本就係。鏡像柯柏文就似正義，佢話咧咁就所以咧係絕配嘅。啱啊。非常好，大家都好咁啊！我都冇 overrun 係嘛？誒冇，差唔多啦，差唔多啦。係啦，咁啊，都係嗰句。如果喺一個唔炒嘅情況之下，3100蚊，我覺得係絕對非常之值得入手嘅。如果係 over 3100蚊，其實你玩小隻咧，都唔會係啲咩損失嚟嘅。我覺得佢會繼續有嘢出咯，所以其實唔會話錯咗呢只。嗯。除非你好想要啦，係我係好想要嘅，你錢就可以擁有啦。係咁啊，本身都有一句啦，如果係千隻店會員嘅話咧，咁早前唔需要話特別排隊嘅，咁啊直接去千隻店嗰度訂就得噶啦。我就直接去千隻店訂嘅。咁我當日見到千隻店其實都除咗鐵機巧之外咧，有好多唔同嘅新產品，亦都有啲 dam 即係一啲灰帽 show 出嚟，咁變咗都好期待佢哋嚟緊一啲新嘅產品嘅衝擊。大讚卡。正啊！同埋我亦都，我話係賣廣告乜都好啦。本身隻 L 金咧就冇特別喺網上邊宣傳，或者佢哋 Facebook 度講話係有得訂嘅。但係其實喺千隻店係有得訂嘅。哦，係啦 ，L 金 Mark One 會爆料喎，轉變咗。哇！呢個真係唔係我估係版權問題，唔可以特別喺 Facebook 講。哦，我估啦 ，anyway 係啦，總之就靜雞雞走去。係啦，主要你中意 L 金嘅呢只都真係冇得走噶。L 金幾多錢啊？大概好似2500 VIP， 有錯請更正，因為我真係我唔係太記得。係啊，咪呢啲 size。係咯。咁不過呢一隻就相對價差咁多咧，就貴少少，3100。掛住限定個名。唔限定都係3100，係限定都係3100，係啦。不呢個 series 一向都唔係平嘅，咁但係值。哦，好玩啊！值。今晚玩住咁多先，喂。